6月4日，昆凌接连更新个人社交网站，分享她在纽约的最新动态。照片中，昆凌一身黑衣，长身玉立，倚靠着黄色汽车，十分有范儿。视频中却又化身好奇宝宝，骑着小车，童趣十足，非常调皮。近日，有网友在某社交网站晒出和周杰伦和昆凌夫妻二人合影的照片，还留言说，昨天去反弹水主办的球赛打酱油，有机会第一次和周杰伦、哈娜一起同框。而拍照时，哈娜竟然要我站在中间，顿时在想我到底要退几步才不会太大只。照片中的昆凌面带甜美娇笑，披散着长发，戴着纯黑色棒球帽，一脸素颜，皮肤白皙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和周杰伦分别站在这位女粉丝的两侧，三人站在一块儿就像一家人，看来令人十分感动。网友看到此微博后纷纷围观并留言点赞，称好贴心的大嫂，手动点赞，夫妻同框，羡慕，我们哈娜可以说很贴心了。